傻瓜，我是担心你，怕你受伤。这段时间呀，你还是先去收银台工作吧。等你那指甲好了再说。你看看，流那么多血，小心点啊，别感染了。以后啊，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我说。别担心，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。什么？已经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。这世界很酷。